Bearing it, page 126. It's located due east of I. 意思是说 I 的东边是 H， 从右边看到左边 I 的 east 东边是 H， 对 I 的东边是 H， 也换句话说，这里是东边，那么这里是北边 North， 所以这条线是 North， 所以这里是90度，然后这里是20度，这140度，这是三角形，三角形三个角度加起来是180度，所以这个角度就是180度减140减20，所以等于20度。 Find the bearing of I from H， 所以就是 HN 顺时转到 AI 的角度， HN 顺时转到 HI 的角度，所以 HN条线 HN， 它和 IN 一定要开了了。HI 是这条线 ，HI 顺时转，顺时转，对，我们要找的角度是这个角度，对，当然等于这里90度，所以360度减掉90度，对，等于270度。A bearing of G from H， 所以当然是 HN 顺时转到 HG 的角度， HN 就是这条线， HG 就是这条线，所以 HN 顺时转到 HG 就是这个角度，对，当然是360度减掉90度，那减掉20度，所以等于250度。 B bearing of G from I， 对，就是 IN 顺时转到 IG 的角度， IN 就是这条线， IG 就是这条线，对， IN 顺时转到 IG 就是这个角度，很明显就是90加20，所以等于110度。 D bearing of I from G， 意思就是 GN 顺时转到 GI 的角度， GN 是这条线， GN 和 IN 一定要 parallel， 所以这里90度，所以 GI 就是这条线，GN 顺时转到 GI， GN 顺时转到 GI， 这个角度和这个角度是一样，所以是90度。这个角度呢，这里是三角形，这个加这个加这个是180度，所以这个角度是180度减90度减20度，所以等于70度。我们要找这个角度，所以当然等于360度减掉70度，所以等于290度。